行李丢在这。Rachel, sorry, say hi. Hi, mommy, don't let that net over there. You have to lie on it. 真的。And it might break. Be careful. 所以赶宝今天有一个沙发床，客厅。Mama, too late. I already made a decision. 然后呢，就帮我们再加了一张床在那个边边。然后电视是在上面，等一下请爸爸，对，那是插电的，等一下请爸爸帮我们打开。还有，这是我的床。好，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 king size 的床。厕所，哦，有一个走衣间呢。你看，有一个小东西，还有这个，还有。一个小office，就我们之前的那个的书桌在走衣间里面，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。我们去厕所，厕所在这边。是这个。啊，这是在哪里？哦，是沐浴球吗？是。你打开来看看。所以他刚刚我们第一个房间呢，他给我们玩具熊，就是那个。不是沐浴球。啊。是小孩子的洗发用品，小孩子的沐浴用品，然后厕所。这个是沐浴东西。真的，所以原本是方形的浴缸改成圆形的浴缸，然后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哈？然后在这边，那也有一个淋浴间。淋浴间，然后厕所。我们从这边看。Rachel, Zoe。电视在这边，你看电视。然后我们去外面看一下吧。也是有一个阳台，阳台也是有桌子跟椅子，只是呢我们没有游泳池，我们直接就是海，然后还有两张躺椅，隔壁好像有邻居，然后这个呢是可以躺的。 Rachel, Zoe, 你们敢躺下去吗？ Rachel, 哦，电视可以旋转哦，你看电视是可以旋转的。要去吗？Scary. 去，你看人家隔壁的邻居已经躺在上面了。So it's not gonna break. It's okay. 会害怕吗？害怕。然后我们看看下面，我们隔壁有邻居可以听到他们在讲话。下面有楼梯。这边又有一个可以下去，水好蓝哦。啊，我们隔壁都有人哎，两边都有人。下面有一个灯，然后可以喂鱼。现在呢，不行，阿爸要跟我们去拿冰。走，爸爸，我们走。这边看一下冰块，顺便看一下水上屋晚上的情形。宝宝，右转。蛮漂亮的，而且刚下过雨。冰块在前面，你们知道怎么去拿吗？